竖脊，因为镜头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办法连起来哈、哦，所以不要那么写老半天。中可以写扁。去中庸，这里就跟上面那个竖是同样的方位，但是不要让它写的一样啊，相同的部首，相同的部分，在同一行里面也尽量让它有点差距哦。No，可以稍微分一点大小。先，然后重一点，这个是左右的，所以它写的比较宽。老千，紧，这跟上个字很像，都是沿部。所以大小要分，写法要分，轻重要分，就不会雷同了。然后先紧吃。